奶奶的房子呢？我找。到了。嗯。来盖新的好不好？嗯。开心不？嗯。嘿嘿。挖掘机给倒了是吧？各种问题都有，然后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，就是那个，这是那个老地。没新挖，因为没必要新挖，因为新挖了它还是那个样子。就是再一个就是这里了，你看没？就是从这个地方是往南，就是往前是加宽了多少？加宽了的，其实。矿子用了五车土，我垫起来的。这一片就是它之前是半空的，就是这个地梁的这一层是没有土的。然后不是赶上那个五一假期嘛，然后小叔回来了，这些都是我爸和我小叔推的，差不多了，这就。等着那个施工队直接来盖就行。